风系没有好人者，这个人者可以入手一下《博人传四月》。哎，没错啊，刚翻墙。身为一个 C 人，那是既有强度又有可玩性。一技能呢，墨脚加加长；二技能呢，长距离抓取。大招呢，不仅能冲斗，还能接技能。什么？说到这儿了，你还不信？那么好，寻找一个星元，咱们实战体验一把。不是三月，不是五月，而是四月，咋来了？有点尬啊。问题不大啊，开局的一技能先压场，长按看他往上走，咱就往上追，这个范围那是躲不掉的。这对面替身呢，那就是千差一套。不过这个连招顺序说实话，没个十年脑淤血，那是真打不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打他，追着他走，水分身没了，那你也跑不了了。这个奥义呢，一定要离枪脚近点再放，不然呢接不上。稍微近一点啊，直接二技能接上。一技能呢，再划个洞，没划着也没关系。对面替身走位先夺技能，还有一个技能，别急，走位骗一下，咱们等一手 CD。你看他气势汹汹的就来了，那是真不怕。不过呢，我的 CD 好了，那就该换成我追你了。想跑那是跑不了的，中场一技能直接压平。走过来接上红解决，一二三四五 A 荡秋千走了。查克拉一点没事，他接不上，然后呢还敢过来，把握他的位置直接开大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